我们邀请我们的胡宇威来选十个他觉得装扮最特别最有趣的粉丝要来上台同乐。好好好好，这个没问题的，这个装扮的蛮厉害的。对，那你要从这边开始选。第一个就要大梅了。大梅，万圣节大梅，来来来来，大梅卖寡的。但是你看得到路吗？大家借他过一下好不好啊？还有嘞，还有嘞。好，蜘蛛人。蜘蛛人。你好啊，小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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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四个了，四个。哎、欸，白雪公主有两个啊。哎、欸，他，哦，你没事没事。哇，现场失控了，各位。还翘脚哎。对啊。还有谁？还有谁？你们这边。汉堡，汉堡算吗？你表演一下，吃下去我就去。好，等一下，一二三，薯条。刚刚的公主，哪有薯条？来，公主，公主，嗨，还不要？好好好，那我们不要强迫他。薯条要吗？薯条要吗？哇，薯条，你叫薯条。你不要，因为一起选，一起选，一起选，是不是？哎。哎，要叫哥哥啦！哥哥，你是不是《东极三国》上面播的关羽？哎，哎，不是，怎么办？跟你说，帅哥都长得很像了，没关系，没关系，来，我们先转过来，先转过来。好，我们再选一下，再选一下，现场有一二三四。哎，啤酒，啤酒是吧？来来来，那不是薯条，那是啤酒哎。原来是你看错了是吧？薯条，薯条，还有嘞，还有嘞，我完全看不到。还可以再选五个，再选五个。选五个，薯条在哪里？哎，还有蛋糕哎，还有蛋糕哎。蛋糕，蛋糕，蛋糕。好，蛋糕来来来来来。那薯条要吗？薯条在哪里啊？好，上台。薯条害羞了。我们有小仙女，有小仙女可以吗？小仙女。哇。好。小仙女，你上得来吗？好，几个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还可以再选三个。你选三个。对对对，后面有一个精灵汉堡，汉堡在哪里？大汉堡啊，大汉堡，来来来，八个了，八个了。小汉堡啊，小精灵可以吗？他愿意上来吗？小精灵。啊，哎，你那个。哎，蜘蛛人，你刚刚是好客，你不是蜘蛛人，你是好客耶。蜘蛛人，你爱跨头颈，欢迎欢迎欢迎，哈哈。有有有，姐姐上来，对对对，那个精灵啊，精灵说他刚刚跟妈妈一起才要上来，可以吗？好好好，啊，那妈妈我们就抱着精灵上来。还有谁？还有谁？他不要，他一直哭啊。魔术师好了，魔术师在哪里？哇，他是吸血鬼吧？吸血鬼啊！我以为吸血鬼还那么可爱。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哎，还有八。妈妈跟那个小精灵八个。那妈妈也算一个吗？妈妈上来吗？你是罗宾吗？来上来。上来你是香菇吗？哎，你一定是香菇啊！你们两个香菇啊！还有谁？还有谁？好，香菇，香菇，香菇来了。马里奥香菇。这样十个了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了。十个。